Hello，第二家园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阿成，那又到了阿成每月开讲的部分哦。那这个月一样有阿成来带领这个我们第二家园的朋友们来了解一下马来西亚在这一个月内发生的财经的大小事或者一些房地产的动向。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新闻的部分啦。那首先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第一则新闻哦。那我们第一则新闻的部分呢，一样就是来去跟大家去报告说我们马来西亚目前的疫情的状况。马来西亚近期的疫情状况的部分呢，每天的新增案例大概落在一两千上下，算是相对比较平稳了。那目前大家都知道嘛，马来西亚的国境大概在五月初的时候就开放。那近期的部分来讲，你会发现说，哎，就是整体的状况的部分都相对来说还蛮平稳的。虽然像我们有讲说口罩有解除，就是不用再戴口罩了嘛。那可是相对来说，你到马来西亚的各个地方的时候啊，你还是会发现说大家都一样，还有在继续的去戴口罩的部分啦。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二则新闻的部分。那第二则新闻的部分比较特别，也算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那其实一直以来像第二家园的申请的部分，大家知道嘛，在从2020年开始，它有经历过一些纷纷扰扰的杂讯干扰的部分。那最后的部分呢，其实第二家园的政策不管是西马的或沙劳越的话，近期也已经开放了吧。那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疑问啊，其实我们近期也有收到很多朋友来去询问说，哎，沙巴第二家园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熟悉第二家园的朋友都会知道说，马来西亚有三个不同版本的第二家园嘛，分别是西马、沙劳越跟沙巴的部分。那就我们自己知道的消息的部分啊，一直有在讲说可能大概在本月底或者是可能这几个月内就会有沙巴第二家园的消息。那我们有看到一边的新闻啊，就是我们的对华特使拿督斯里张庆信的部分，就是有去跟马中商务理事协会官方沙巴的时候有提出一些不同的新闻的见解吧。那大家双方的部分其实有针对第二家园的课题有进行一个比较积极的磋商啦。那这边也相对来说，其实像第二家园的部分，它其实在这几年这一段时间来对大马的部分带来很多经济上的贡献啦。那其实随着边境的开放啦，那我觉得他们新闻的部分讲得很对，就是当务之急是要把握良机，尽可能去吸取更多的潜在的投资者啦。那尤其是以沙巴的部分来讲，它其实算是蛮具备发展第二家园的潜能跟先决条件的。所以近期的部分透过新闻我们大概也能了解啦，就是其实沙巴第二家园的一个部分大概我觉得也差不多即将会政策出台跟大家见面。因为沙巴本身它跟大部分马来西亚的城市比较不一样，沙巴算是一个蛮仰赖观光业的城市啦，所以其实边境开放的部分会让蛮多的旅客就是有涌入到沙巴的部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啦，大家也可以去期待一下就是沙巴第二家园的部分。那我们来去看接下来的一个新闻，就是比较偏向经济指标的。那我们的这个国际的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就是 S&P Global， 它这边一样有去把大马的部分列为一个从负向到稳定的一个评级了。那大马的部分来讲的话，那我们来到我们下一则新闻的部分哦，就是我们这个标普的部分有去提到马来西亚今年的经济成长的部分有机会到 6.1% 了。那国际的信用评级的机构标准普尔的部分 S&P 非常看好马来西亚经济自疫情后的一个强劲的复苏。那该机构在报告中有提到，他们有去上修马来西亚信贷评级的展望，从负向调高到稳定。那高路域这边也有指出，就是亚太区除了中国之外，那经济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有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反弹。那但是今年的部分呢，大部分的国家的经济的状况有持续的在走软。那我们首季经济成长的部分有按季落后 0.7% 了，那按年的部分有放缓到 3.3%。 那当中相对来说的话，整个经济呈现比较疲软的部分最明显是香港了，那马来西亚的部分算是相对来说最轻微的这样子。那这边的部分其实比较特别，那我觉得主要的部分大家都还是受到就是俄罗斯乌克兰战事的影响，那导致物价冲高通货膨胀的部分啦。所以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也是大家要去关注跟去了解的一个讯息。那当中他有去预估到，马来西亚今年的通货膨胀的部分呢，大概会可能来到 2.9%。 相对我觉得很多国家来讲，它算是冲击的部分呢，其实没有到那么的明显。
那但是高路易这边一样有指出，就是在这个美联储的一个比较激进的升息的状况，那通膨上涨跟货币走贬的大环境之下，那亚太地区大部分的政权呢，他们这边其实都还是会比较去做支持经济成长，还有就是收紧政策的部分啦，那主要也是要来去抑制通货膨胀，防止金融不稳定的因素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边的部分来讲，他同时有去提到一点，我觉得也是蛮关键的部分。那 S&P Global 的部分，他们有去预估马来西亚的部分今年可能会升息到 2.5% 啦。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基准跟情况之下，我觉得对投资者们来讲，可能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那我发现这件事情在过去我们学到的经济或者说我们了解到的局势算是相对来说比较矛盾的，因为升息的部分相对来说也代表着房地产的部分会稍微比较冷嘛，就是因为投资者相对来说他要杠杆的部分相对来说比较难一点，那要付出的利息也会变得比较多。但是通常所有的政府在去做升息的部分，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去抑制通货膨胀，那通常来讲就是按照台湾的观念啦，就是买房抗通膨，所以其实通膨的部分来讲，房地产的部分相对来说也会是一个受益比较大的产业。所以这部分来讲，我觉得大家倒是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这样子的一连串的一些不同的政策的干扰之下，那马来西亚的房地产会呈现如何的一个变化这样子。那这边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啦，那标普预估的部分来讲，马来西亚的2022年的经济成长率的部分大概可以到 6.1%， 通膨的部分是 2.9%， 隔夜政策利率的部分大概是 2.5%， 那马币对美元的部分来讲，目前它预估了2022年大概会在 4.32 左右，2023年会稍微再回稳一点到 4.22 左右这样子，那失业率的部分一样都维持在 3.多% 这样子。好，那我们来去看下一个新闻，这是世界银行的新闻啦。那世界银行的预估的部分一样，就跟标普的差不多，就马来西亚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的部分一样会来到 5.5% 这样子。那这边相对来说，我觉得也是主要因为随着疫情的开始，我们进入后疫情时代嘛，所以我们相对来说整个国境开放之后，它的一些贸易啊、旅游等等的部分也开始回来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对我们大部分的人类来讲，那我们在2020年之后要学习的事情就是跟疫情去共处了。那相对来说，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讲，其实马来西亚的回复算是做得还蛮不错的。好，那接下来这则新闻其实比较特别，这是 The News Lens， 就是关键新闻里面的一篇报道。那这边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蛮特别，他们这一期刚好有去介绍到槟城的部分。那2020年3月嘛，就是新冠肺炎的部分在马来西亚大爆发，那有导致就是很多的产业去动工了。那其中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刚好是半导体产业。有了这个新闻之后，我其实才发现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因为阿成这边算是槟城人嘛，那从小到大都在槟城生活，那在去接触到这类的讯息之前，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说马来西亚尤其是像在槟城的部分，它的封测产能占了全球 13% 啦。所以相对来说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比较特别，你会发现说光槟城的部分占了全球封测产能快接近 13%。 所以其实像很多的一些公司，像恩智浦啊、博通啊、美光、易法、英飞凌等等，都有在槟城的部分有去设厂。那谈到槟城的部分，大家会想到什么东西？我觉得对一般人的印象来讲，槟城它比较像是一个观光城市啊，就是可能有那个椰树啊，有槟榔树，有沙滩，有美食等等。那槟城它其实在我们资讯业或者说电机电子业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东方的矽谷啦。那槟城的部分来讲，它从17世纪开始的部分被英国人发展成自由贸易港嘛，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的部分，它其实在政府有寄出蛮多的优惠政策啦，那也有去大力发展它的一个电子科技业的部分来讲。所以我觉得这块来讲算是槟城蛮特别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后面的新闻啦。那这是2022年6月14号的新闻，那 TFAMD 的部分一样有去宣布说要在槟城去投资20亿马币去进行扩厂，那扩厂的部分刚好是在 Batukawan， 那预计会创造3000个就业机会啦。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有去讲过嘛，我觉得整个槟城发展的轨迹或者说它产业的结构的部分给我的感觉跟新竹有点像，其实主要都是侧重在那些比较多的科技电子业，所以这方面来讲，这是我觉得槟城算是一个比较特别跟不错的地方啦。那这边新闻上里面有去提到啦，就是槟城的部分来讲，它不同的行业别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像包含说槟城有
去提供一个绝佳的工业的生态的系统了。它相对来说，它整个包含地皮啊，它的生态系统、供应链跟物流的部分，它相对来说结合的算是比较的密切。那我们通富微电的董事长石明达先生也有去提到，就是马来西亚的部分，它有一个比较优越的地理位置，那有很好的勤劳的人才库，那还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对投资者来讲的话，会算是一个比较有信心的部分啦。那 TFAMD 的执行副总裁这边也有去提到，就是相对来说芯片短缺的部分，大概明年的部分就可以去缓解了。所以这边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很特别。那相对来说，槟城的 FDI 就是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就是外国人直接投资的部分，一直以来都算是马来西亚最高的一个城市了。这边大家假设说是要去投资的话，我觉得槟城也算是大家可以去关注跟了解的一个城市。那接下来这篇新闻的部分也比较特别，这是6月27号的新闻，也来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说，在后疫情时代，大部分的马来西亚的投资者对整个马来西亚的房地产的一些不同的商品别的一个信心度调查了。这个报告的部分呢，就是马来西亚的来访，就是 Night Frank 的部分去做的一个调查的报告。那我发现说他这边有一些蛮特别的地方了。那因为这篇报告的部分，它是撇除掉说吉隆坡之外的一些城市的部分，那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他们这边主要的调查来讲的话，也会发现说，其实在马来西亚的部分，投资者针对像 service apartment、像酒店、共享空间啊、灵活办公室、老人的那些养老院等等的兴趣都是蛮特别的。那大家开始会去偏重说，哎，想要去多了解不同的投资产品的一些讯息。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这点真的蛮特别的。针对像我们现有的商业不动产，像店面来讲好了，主要大家都会属于比较想要去了解像沙巴、柔佛或者是那个巴生谷，就是指说我们雪兰莪跟吉隆坡的一个位置啦。那比较特别的是，像假设说你去看到像服务式的住宅、酒店那些共享的 co-working space 或者是养老院等等，那槟城在这方面来讲算是居冠的。那如果是数据中心的话，那就是像柔佛、巴生谷、沙巴等等一些州属算是拿的比较好的名次啦。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是马来西亚境内的一个风向吹的一个方向。所以如果你这边是比较偏向要投资住宅或者是商业办公室等等之类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下槟城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去看店面啊、商业住宅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像沙巴的部分了。那会出现沙巴，其实我觉得也蛮意外的。那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讯号，这样子。那如果你说你要去投资像什么工人宿舍啊、学生宿舍，我自己觉得进入的门槛比较高。你再有其他比较简单的产品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不见得要去看这类的东西了。尤其是像什么健康中心或者是主题乐园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比较难，门槛也比较高。那这边来讲的话，大家针对不同的产品的部分跟觉得说比较缺乏要去改进的一个地方，那针对像工业物流的部分，大家比较有信心的地方，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嘛。像包含说电子商务的技术的采用率上升啊，扩大仓库跟配送的设施。那这边我要去讲一下，那在疫情之前，我发现说其实马来西亚人针对像那个网购或者电商的部分的仰赖的程度其实没有到那么的高。那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它有去整体去影响了我们人的生活的跟消费的习惯，所以其实在电商在这两年来讲，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的成长的速度算是相对蛮快的。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像酒店跟休闲业的部分，大概有 80% 的受访的民众都觉得说，哎，它针对我们这个饭店啊、休闲业的部分在未来算是相当看好的了。那有 20% 的朋友觉得说，哎，缺乏旅游的信心啊，国际游客的人数变少等等之类的。那可是 80% 的民众会觉得说，哎，重新开放国家的边界了，那整个新冠疫情的缓解了，那再来的部分就是经济复苏跟旅游业的成长，那国际游客的涌入会让他相对来说觉得比较有信心。那有一点倒是比较特别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办公室的部分，大部分的马来西亚的投资者其实对去做办公室类的投资来讲，或者说对办公室这类的产品反而是比较没有信心的。那主要的原因我想了，应该也是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让大家会去习惯说，哎，我可以 work from home， 那我不见得就是要去租到一个在 CBD 最好的一个位置的办公室。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新的办公室的供应啦也是提升蛮多的。那再来的部分来讲，大家也开始会习惯居家办公的部分，尤其是大部分的公司在疫情期间其实有去做成本节约的考量，就是缩小办公室的部分啦。所以我近期发现来讲的话，
办公室的投资这类的产品，反正在马来西亚算是比较少一点点的。好，那再来的部分呢，我们要看下一个新闻，这是南洋商报做的一个专题啦，就是房子也需要免疫力。那大家假设说有去回顾前几期阿成每月开讲的部分来讲的话，大家可以去记得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的话，阿成其实前面的话有一直在提醒大家嘛，就是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在疫情时代的关系，其实我们的生活的习惯有去改变，所以在过去来讲，大家会比较 prefer 或者说比较青睐小坪数的房子。那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啦，你会发现你在家的时间变得很多，所以大家开始会去追求说，哎，我在住家上的一个空间的部分。这间公司很好玩，就是在槟城有一个三线，其实我觉得不是三线，就是它算是蛮知名的开发商，有陷入愁云惨雾。那主要的部分是因为设计的规划的部分，因为它房子的部分没有规划阳台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哎，在疫情期间可能卖得还算可以，那疫情之后人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之后，你会发现说，哎，没有阳台的房子居然卖不出去。所以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会给要去选择产品的朋友来讲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啦。像我在疫情期间看到比较特别的，像惠华有一个案子叫 Creo， 它算是相对来说比较 for 当地一个比较类似像居者有其屋一个计划的一个产品，那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便宜的产品嘛，那只是他们产品的设计的部分，因为刚好有符合到大部分的需求，可能像900平方尺的部分换算成台坪大概是23坪左右的产品，他这边来讲的话在疫情期间居然卖得很好。那主要 的部分来讲也是因为他们的规划的部分了，刚好有阳台打中了大部分人的一个心这样子。那大家也可以往后看，就是像因为很多像居家办公居家作业，其实你需要更大的客厅，需要更大的生活空间，因为你包含说像补习啊、视讯会议、电商网卖、直播群聊等等，哎，你会发现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人们的生活的空间跟习惯 有一个变化的部分。疫情前呢，大家对厨房好像因为你比较少会在家煮饭，大家都是外食居多，那可是疫情之后你会发现说，哎，大家好像开始会在家里煮饭了，就是你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你必须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所以你会发现说疫情之后开始，我发现说像有那些开放式厨房装比较大的房子，那些反而会卖的比较好。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算是比较特别的。那再来的部分来讲，智能家居在疫情期间其实它反而成为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近期来讲就开始在台湾或者说香港有些客户会跟阿成询问说，哎，目前马来西亚有没有那种像全热交换器的东西，或者说自动的空气清净机，就是它可以去让你屋内的空气去循环啊，那开始会有客户去问这些问题了。所以像以这类来讲的话，我觉得像槟城这个惠华，这新闻很像业配的新闻啊。那我相信它其实应该也是业配的新闻，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带到的观念来讲，我觉得是比较成熟的，那也确实有去反映出他们的销量的部分啊。那我觉得其实对大部分的建商来讲，只要你能把事情想得比较前面，就是相对来说你能比较完整去符合客户的要求的情况下，那你的定价合理，位置点好，那你产品的部分不错，相对来说我觉得买家啦投资者都会买单的。所以其实智能家居的部分其实在过去我看在马来西亚其实没有到很流行，那也是这一段时间开始变得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去考量一下。所以像这类的部分来讲，像 PICC 在第一期的时候他们的坪数比较大嘛，那第二期的部分他的服务式公寓就开始会去考量到这类的需求，就可能会变成是户户有阳台啊，就是坪数可能会做的比较小，那室内的部分来讲的话空间要规划的比较完善。我觉得不见得说一定要是这个案子，大家再去看马来西亚其他，或者说不管你是在台湾在马来西亚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你要去投资不动产的时候，其实你要去考量到类似的东西啊，就是你选择像我红色框起来的部分，他说，哎，单位面积不大，但是室内的空间分配完善，主要指的是格局的部分，不要有浪费空间啦。我觉得这点来讲，其实对大家要去做的部分，就是特别去思考这里面的内容跟含义。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重要跟特别的地方，就是像包含说，大家会觉得，哎，是不是因为他们房子盖得好，所以涨幅比较高？我觉得不全然是，因为其实原建筑材料的部分呢，在疫情当下其实有涨20%到30%，那所以业界其实都有去评估说，哎，房价可能也会涨10%到20%嘛，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其实这里有讲到一个比较好的观念，我觉得就是房子的设计的概念呢、啊，你越创新，虽然你成本提升，可是就算目前你遇到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那可是相对来说
你进入到后疫情时代，这些其实都是在把你的成本去堆叠的一个比较大的推力啦。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后疫情时代房产的价格涨这件事情其实是可预期的，但是还是要去考量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像地点跟价格的部分。那大家都知道嘛，买房子最重要是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那我觉得除了这些之外，其实价格的部分也是大家要去考量的部分啦。那阿成给大家的建议的部分就是量力而为，那也去考量到说你去买的地方它的供给跟需求的部分有没有能去达到一个平衡啦，那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参考。那结论的部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买家或者是对开发商来讲，大家都要去了解的，就是在疫情的这段期间到底改变了什么东西。那你这边来讲，就是对每个国家啦或者说每个地方的投资者要去考量的事情也是不一样。像阿成在第二家人交流中心，我发现说像中国、像香港、像台湾、像日本、韩国，大部分的外国投资者，包括马来西亚人自己，到马来西亚去做投资的时候，或者说去买房子的时候，其实考量的东西都不太一样。那你不管在做任何决策之前，最最最重要的地方还是你要去把功课的部分去做足，去了解到比较详细完整的资讯，再来去做你的决策，我觉得这样子算是比较好的部分。好，那最后一个主题哦，就是我们回顾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的部分。其实在这一段期间，很多的客户跟朋友都有来询问阿成说，哎，阿成，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办第二家园的部分，那第二家园哪个地方，或者说哪边的第二家园比较适合我，所以我帮大家去简单整理一下啦。那因为我这边今天表格做的比较是西马第二家园跟沙劳越或沙巴的比较，所以第二家园自己本身的优势我就不去特别提到了。那我去看一下说各个计划阿成觉得说比较要去克服的地方啦。那西马第二家园的部分来讲，它其实目前你要去放的定存比较高，那居住的天数目前看起来是有稍微松的嘛，因为之前过去我们觉得说是主申请人要去住90天，那目前我们知道的讯息是夫妻可以两边合计居住啦，就是90天的部分。那相对来说你在西马的部分，你居住的城市有比较多的多样性，你可以住槟城、吉隆坡、柔佛等等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帮大家去想一下，因为我自己觉得说西马第二家园的部分来讲，大部分啦，其实阿成接触到的申请者其实100欧马币或者是4欧马币对他来说不是最难的事情，最麻烦的地方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是每年要去居住90天这件事情，其实比较难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这边来讲你是退休族，你已经退休了，那你可以长期居住在西马的，那条件的部分你也符合，我觉得你可以申请西马第二家园。那相对来说如果你在西马有个公司你需要长期往返，那我觉得西马第二家园的部分其实也蛮适合你的，你可以参考一下。那对于那些无法达到西马第二家园的门槛的朋友，我就会建议你去申请沙劳越第二家园的，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因为目前来讲沙劳越他要求的居住天数比较短，而且他申办的条件的门槛其实比较低。那相对来说我觉得如果你这边没有办法去达到西马的门槛，尤其是居住90天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你可以去申请沙劳越的第二家园。因为就目前新闻上我们得知的讯息是这样子，沙劳越第二家园目前申请的门槛啊条件都算是相对轻松跟快，那但是马来西亚的移民局一直有要去统一马来西亚三个不同版本的第二家园啦，所以就目前这样子看起来，我觉得沙劳越第二家园的门槛是有可能会提高的。那基于如果是这样子的考量的情况下，你可以趁它还没那么高的前提下，你可以先去做申请，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那再来沙巴第二家园的部分啦，目前其实官方没有去公布到具体的讯息啦，有也只是前面的新闻去讲说，哎，这边内部其实也可能即将要去开放了。那我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很多朋友对东马的第二家园会有一个误解，大家来去办沙劳越的时候都会讲说，哎，我们要办沙劳越，我们要去住沙劳越，我不要办沙劳越这样子。但是其实像以沙劳越第二家园的部分，它最主要核心的理念是因为它申请上来比较简单，而且它是可以长期居住在西马的。沙劳越的环境怎么样，我觉得对申请者来讲不会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是看你申请了之后要住哪里，恰好他是可以住在西马的，其实是解决了大部分人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那希望说阿成今天整理的这个表格可以去解答到大部分人心里的一个疑惑这样子。好，那我就进入到最后一个部分的活动预告。那我们在7月6号的部分，7月9号、7月13号、16号一样都有不同的活动啦。那这边插播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东西，那我们这边第二家园交流中心在8月底跟9月中的部分会有举办前往马来西亚的考察团。
如果你本身就是你可能已经投资了不动产，或者说你想要到马来西亚去看看，或者说你可能要入境去做第二家园报道的朋友，那这边欢迎来去加我们的 LINE 的部分来跟我们去联系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就到这边就结束。好，那就谢谢大家，我们下个月再见，拜拜。嗨，大家好，想到马来西亚投资，享受退休生活，或者纯粹的只是来马来西亚旅游吗？不妨考虑选择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或是沙劳越第二家园计划。此项计划可让你无需移民，也可轻松享有马来西亚的一切国际化优势。那加入此项计划又有哪些好处呢？第一，你可以无限次出入大马边境。第二，你可享有较低门槛的买房优惠。第三，你可豁免境外收入和退休金的赋税。第四，你能享有费用廉宜的优质教育资源。第五，你能体验资源丰富的医疗保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马来西亚第二家园和沙劳越第二家园的区别吧。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的首要条件是主申请人年龄需是35岁以上，申请者和每名18岁以上的家属需无犯罪记录证明。然而沙劳越第二家园的主申请人年龄需求则是30岁以上，申请者和伴侣都需无犯罪记录证明。这边要注意啦，提交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书是需要有效期至少6个月，而且只接受正本哦。除此之外，沙劳越第二家园的申请者需符合以下其中一个条件才可申请哦。第一，30至50岁的主申请人需有孩子在沙劳越求学，或本人在沙劳越接受长期医疗服务。第二，40至50岁的主申请人需以居住为目的，在沙劳越投资价值至少60万马币的房产。此外，50岁以上的主申请者无需买楼，孩子念书或接受长期医疗服务，也可申请沙劳越第二家园计划。如果您是年长者，也已经退休，没什么收入，我们建议您申请沙劳越第二家园哦。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的海外收入要求是一个月至少4万马币，相对下沙劳越第二家园的收入要求较低，个人申请一个月至少7000马币，家庭申请则是一个月至少1万马币。一旦申请或批准后，申请者需在马来西亚存入定期存款。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的条件呢，不管你是个人还是携带家属一起申请，你都是要存入100万马币的定存。若携带家属一同移居，则每位需额外加入5万马币，也就是说一家三口申请就要存入110万马币啦。相对之下，一个人申请沙劳越第二家园只需要存入15万马币，若携带家属一同申请则需要30万马币。成功获得签证和居住满一年的申请者可申请提出定期存款。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的提款最高可达 50%， 大约50万马币，而沙劳越第二家园的提款最高可达 40%， 个人申请是6万，家庭申请则是12万马币。这里也要注意，前面提到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若携带家属需要额外存入定存，而这些额外的定存除非你终止身份，否则是无法申请取出的哦。这两个计划都是五年续签形式，虽然你会获得批准十年签证，但第一次政府只会发给你最长五年签证，通过安全和居住时间审查后才能再续五年。然而
申请续签、更换主申请人或更换国籍者，都需经过安全和居住时间审查。另外，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申请者的居留时间要求是每年必须逗留至少90天，而萨劳越第二家园申请者的居留时间则是每年需逗留萨劳越最少15天。你需要符合居留时间要求才可以申请续签或更签哦。这里我们多告诉你，萨劳越第二家园身份除了可以让你长期居留在萨劳越，也可以在西马，也就是著名的槟城、吉隆坡、柔佛等州属长期居留。可是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的身份只能让你每一次进入萨劳越只能待一段时间哦。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的主申请人需另外缴付5000马币作为政府收取申请费用，若携带家属，每位申请者需额外缴付2500马币。然而萨劳越第二家园的政府收取申请费用则暂无详情。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的每年签证费是500马币，萨劳越第二家园的每年签证费是500马币。这个签证费将根据申请者护照的国籍而有所不同。关于体检，马来西亚第二家园接受申请者报到时，在马来西亚任何一个州属进行身体检查，但是萨劳越第二家园只接受申请者在萨劳越进行的身体检查，并且申请者在提交申请前需入境进行体检。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的申请者需在马来西亚购买医疗保险，而萨劳越第二家园申请者需在提交申请前入境萨劳越购买医疗保险。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欢迎联系我们。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和点赞，跟踪我们的脸书和分享哦。我们下次见，拜拜。